诚心有够，咱表现出来，咱一定是有一个啊，真有风度吼，啊嘛真有修养啊，所以讲这个拢是互相的，行为的一个表现呐吼。诶、啊，那么咱第一吼、啊，咱爱做三思的工课吼。啊，三思就是在思、发思、无畏思吼，咱一定爱来扶持咱的道场吼。过、啊、来，咱道人行功一定是啊，咱。一定是咱一个身为白羊地主吼，应该有的一个使命甲任务嘛吼，诶，所以这一定袂使无啦吼。那么行为方面吼，诶，表现就是咱一个生活习惯一定爱好，吼，咱有当时啊吼，咱出来道场看起来是感觉讲啊，拢修甲真好吼，啊，毋过厝内底咧，厝内底是一塌糊涂，安尼叫做嘛内外无一致呢，吼，所以讲在内底嘛是爱修好啊。吼、哦，内底无论是咱兜住个环境啊，吼，咱个生活品质吼、啊，嘛是爱好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定个讲论公常伦理吼、啊，就是咱即个行为个表现嘛，吼、哦，咱一个公常佮伦理吼、啊，就是咱伫日常生活内底所有即个行为个一个表现，吼、哦，咱一定爱加强吼，诶、啊，啊，有下捌听过吼，讲爱读册读较足够个吼，啊，本身个头脑嘛有够好。哦，但是伊生活品质有够糟糕诶！哇、哦，听到实在心里很难过吼，讲为虾米那生活品质遐尔糟糕？因为，哦，伊感觉讲拢是向外安尼追求嘛，追求一些学识啊，一些知识啊吼，但是生活品质都无哩改善呐，哦，家己一个习惯拢无好，比如讲啊，早起起来被一定爱挤嘛，对不？就最简单的啊，就是讲咱随举手之劳嘛吼，啊，困起来被一定爱挤好啊。眠床房间一定要收整齐，安尼是毋是足简单呢？吼、哦，迄个习惯嘛吼，啊有诶有无忌讳无？听起来有真侪吼，尤其是前道，嘿，吼、哦、有真侪讲做困起来毋捌咧忌讳啦吼，诶、哦、啊有真侪房间拢毋捌咧整理诶啦吼，啊有诶房间诶外口啊物件摊甲规个安尼，拢无咧整理。哦，许我听着讲，啊，哪有即款的吼？哎，生活品质都足歹的吼。所以咱常咧讲，讲考试是100分的吼，啊，生活品质是0分的，有没有？啊，咱自我检点呐吼，家己自我反省者吼。如果咱也是这个吼，咱就爱甲做好吼。因咱修道就是注重这个素净嘛吼，心安行拢爱净嘛。哦，啊，你这个行若是做无净，比如讲啊，人德清来咱兜吼，啊，看咱兜拢是安尼一塌糊涂，后盖道亲嘛会甲咱啊，会惊到就对啦。讲啊收到啦，收安尼，我后盖我嘛唔敢吼。所以讲这嘛是一个课题道亲哦。啊，所以一定爱从这个身心言行吼，一定爱做好做标准。哦，这是叫咱内在一个修养。哦，啊，咱外就是三清嘛，这三清嘛是哦，咱爱入去一个真好的典范吼。所以三清素净吼，拢是咱修道一个应有的。标杆吼，好，所以内是爱修家己，啊，外爱度人吼，诶，外就是咱度人行功，这是咱基本的一个使命嘛吼，所以一定爱内家己修好，啊，外就是咱啊一定嘛是爱做吼，互咱的每日工呢，会当早日来完成吼，这是咱身为白羊地主吼，一贯的咱最主要吼，因为咱会当啊先得后修嘛吼，啊，咱在家修就是有这个好处。哦，因为咱会当阁兼善天下，毋是干那独善其身。哦，咱那如果讲家来修家己吼，叫做独善其身呐。哦，啊，咱即马不但是会当修家己，阁会当正己化人吼，啊，阁会当兼善天下。哦，所以讲这真好的一个方便的法门，啊，真好的一个了愿的一个管道。哦，所以希望咱大家吼一定爱珍惜啦吼，爱非常的珍惜。哦，咱自己。会当获得这个这个一贯道吼，培养的这个修道吼，啊，才有通啊来做这个工课，吼，才会当讲来啊做这个哈报恩了愿的工课，啊，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消冤解结，吼，这是非常的殊胜。好，最后后续做一个结语哈。好，咱嘛，咱三清素净吼，就是咱一贯地主吼，应当遵行的一个规律，就是一个规矩，吼，就是咱一个法则嘛，吼。啊，咱应该要遵行啦吼，啊嘛是咱遵守十办者吼，啊不得不破守奉行啊，一个算讲应该遵守的吼，啊要把道修好啊，必须遵守处这个戒条哦。咱若要把道修好吼，咱一定要遵守这个规戒哦，把这个规戒修好吼，啊袂使违反啦吼，
啊，才会当来上合天心，下顺众意。哦，所以咱咱讲守佛规吼，就是会当庄严家己啦。哦，守佛规吼，就是会当予咱身心会当庄严吼。那么守戒律吼，就是从中学习成长。哦，会当成就家己。哦，咱修这戒律吼，就是从这个中间来学习。哦，爱当予咱学习中间，搁来成就。哦，会当予咱成就家己安尼吼。所以讲佛规戒律吼，是大家拢一定爱遵守的吼。啊，虽然讲咱伫道场遐尼久，但是这个拢袂变。哦，这规戒吼，拢一定是照安尼来做啦吼。啊，无虾米人唔免遵守的吼，唔是讲虾米虾米人较有特权吼，唔免来遵守这个三清素净，拢总爱，大家拢同款吼。诶，拢从这个佛规里节吼，爱要求爱做好。哦，所以希望咱大家吼共同来互相勉励啦吼。啊，既然要修道吼，咱就是爱做好。哦，啊，咱卖讲互人落入画饼啦。哦，讲啊修道哪会修到安尼吼？安尼咱就足无价值吼。啊，那么下下呢，简单来甲咱做这个报告吼。啊，希望咱各位同修吼，咱大家普渡奉行啦吼。啊，好好来做一个报恩了愿安尼吼。啊，最后呢，祝福咱各位前行吼。发挥精点啊，圣凡宏殿道体安康，谢谢各位。啊，来一啊，再次谢谢地鼎师一个用啊，再热烈掌声来感谢我们地鼎师师姐。啊，咱今久啊，即咱即马请咱领导鼎师咱做一个囡仔千考班的这个结义。然后大家听说伊个讲，请坐。啊，各位请坐。咱早上两节课，吼，大家拢应该受益良多。哦，咱讲行万里路，吼，不如一席话。咱师尊留了三本的道册，第一本就是《赞定佛规》。第二本就是道义问答，第三本就是道脉图解。因此咧，咱修办道禅定佛规，哦，咱就是爱遵守。哦，咱培养弟子以觉为师。所以佛学咧讲，咱修办吼，要放对位置，摆对位置，哦，就等于咧，你厝的电视吼，一定爱摆对位置。厝的电视若放在壁角，放在窗口，无人要看。佛像吼，我若摆对位，摆对位置。你佛像若摆对位置吼，才有人要摆。哦，咱武堂的五尊佛像，甲南海高佛，啊，甲迄个弥勒佛祖，互我前人去四界，啊，互我去六界。伫台中吼，连人看都无爱甲看，是安怎原因呢？因为摆错位置，所以你若看一尊幻仙粉吼，看偌庄严，那摆错位置，没有人理他，没有人要拜他。好，相信咱这七尊的佛像，若放在外口，咧吹风曝日，原来无人要甲拜。哦，因为位置错了，佛像爱摆错摆对位置，所以予万人的朝拜。哦，咱无一个人吼，含社会来，都一定爱甲鞠躬、甲跪、甲跪、甲拜拜。他因为对子位置对了，啊，咱修办道嘛爱摆对位置，摆对位置就是你要遵守佛规礼节，会晓行功立德，会晓来参班，啊，会晓来遵守到咱的佛规礼节。一方面度众生，一方面了业障，咱就会当步步踏入上好之道。所以吼，咱一定爱记住吼，哎呦，摆对位置，像佛像同款，摆对位置，万年的香烟，一粒种子吼，那严在嘴内吼，你那迄落摆在手上吼，永远是一粒种子。你若将这粒种子甲播种在地上吼，
也当成千上万的种子。所以咱修办道一定爱来佛堂接近，一定爱随点老师到申请到世界各国开放，就种伊种这粒种子吼，甲伊点在土底，安伊才有法度生生不息。哦，咱叫护学，哦，所以排队位置，吼，咱都爱，吼爱遵守咱的佛规安的道论。所以咱早上吼，甲咱讲的这个保健养生吼，足重要的。哦，你若无实施，哦，没有去排队位置，一点作用都没有，哦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哦，你来看看你哦哪里不舒服，哦，啊，你就叫俺来做。哦，而且吼。嘛是种功德啦，吼，介绍人，吼，度人，咱释迦佛祖咧讲吼，救人的肉体吼，救人的灵性功德是上胜过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救人的肉体吼，会当健康，迄嘛无量的功德，啊，所以希望咱早上这两节课拢足重要的，啊，希望咱大家吼爱信受奉行，哦，啊，咱迄个即届灯会吼，咱有迄个随身包，啊，这随身包吼。开学后院好像还有很多啦。哦，如果要的时阵，你甲咱的区长登记，哦，啊，咱互我甲套，哦，那有的时阵，佫送予咱，送给大家了哈，不用钱哈。哦，500块，哦，500块啦哈，哦，希望咱大家哈，里面哦，有足侪物件的哈。最后几点哈，甲咱报告，明仔载道德前人要来。啊，要来给咱助悲哦！伊看咱学堂安尼开三药1500几万，啊，到底有啥物作用？所以明仔载前人要来吼，恁头7:30就来报道啊！哦，咱道德前人迢迢吼，伫台北要来哦。好，我昨天已经甲伊确认好啊。哦，明天道德前人要来，啊，看恁大家吼，恁上好只爱做福甜，即做甲甜吼爱600位。哦，咱今日清考班啊做无甜，哦，所以很重要哦，明天。清考大班哦，咱今日明仔载就是谈判班，啊，咱改化作哈，即迄落化作谈判班哦，咱来听到哈，将迄个理性甲化作智慧，会当降服咱的智慧，会当降服咱的烦恼妄想，增加咱的智慧哦，啊，会当予咱心胸开阔，再修班道哈，容易咱的明心见性哈，圆满心性容易正道啊，所以明天。哦，诶，课程吼，一定爱大家爱搞吼，啊，尽量鼓励安尼吼。啊，每个礼拜一吼，咱有大藏经普渡所缘验证贤观修持观，哦，恁若无来参班，哦，迄个95:5合同是安怎？咱诶，淡薄祖师讲吼，95:5，迄个9-10是虾米意义？哦，啊，虾米个五？虾米叫做5+7？哦，虾米叫做？两足尊、离异尊、福慧尊，什么叫做佛教的八大宗？啊，什么叫做3藏12部？什么叫做觉行圆满？哦，你若无来参班吼，你根本唔知影一寡咱小办道的术语。咱凡间一天吼，倒数多天一天凡间要4-8年，迄个时空不一样。哦，所以咱一定爱来接近吼，有很多很多值得学习的。吼，咱学到老啊，食到老安尼吼。啊，礼拜二，礼拜三，吼，咱有成人读经班，吼，大概现在有50-60位，9点开始到12点，哦，咱迄礼拜三有迄成人时间，迄个读经班。礼拜四晚上，礼拜三的9点到12点是成人读经班，吼，啊，以外后壁和些天星甲晚读继续开，哦，啊，即届吼大概有50几位。哦，按那礼拜四的晚上8点到10点，哈，人才加强班，哦，拢是年轻的哈，啊，鼓励恁的年轻的参加。礼拜三哈，抱歉哈，礼拜三晚上八点到十点，啊，礼拜四晚上7:30到9点，不是，抱歉哈，礼拜四就是晚上哈。8点到10点有国乐班，啊，即马国乐班有36个咧参班，36哦，啊，大概要出席的大概要将近40个，哦，啊，好，甲阿庆平咧讲吼，尽量吼来鼓励较年轻诶，哦，咱若有要学诶，吼，讲要搁另外开一班，哦，啊，迄个陈老师伊咧负责诶，伊会甲刘老师刘安龙吼，伊咧足出名诶哦，
钱财哦，咱会因的钱财啊，所以学校有写一挂国业好处哦，有国业好处哦，咱会增长智慧，降伏烦恼妄想哦，啊，弘扬咱的中华文化。咱若出国吼，啊，若给带动唱吼，哦，啊是咱啊，今日诶，即届刘安龙老师有咧讲，八月都要听好上场啊。哦，啊，国乐包括吼笛子、琵琶、乐琴、中阮、笙，啊，迄个古筝、扬琴，啊，甲一挂大小鼓，哦，啊，会使讲吼，嘛有人学两项的啦，哦，也有学两样的吼，大概六个月吼，才交3000块尔尔。啊，恁迄个乐器啊，家己去准备安尼吼。所以即届咱的迄个顶礼拜天台单位。有一个，咱的拜咱的咱的四位前人，好啊，看遐周义正坛主的指挥，因即马较老的拢拍做迄个交响乐团啊，即马搁一团吼，年轻人，吼，会使讲吼，迄足优美的吼，迄是咱中国的国粹，啊，咱收班都爱加学一挂吼，所以礼拜四晚上有国乐班，恁甲恁区长报告登记，哦，啊，若有要初开，看要合并。哦，啊是搁另外搁再招生的新班，啊，宛如何等讲伊要搁另外招，安尼力量无够，哦，咱都要合并才好，哦，咱来个只都39分钟了尔，啊，刘老师有咧讲吼，今年咱的迄落中秋都要表演啊，听说上场啊，哦，所以咱即马有一个迄个或者迄落策划班呐，啊，策划班就是学招人吼，哦，学招人来做迄落，啊，搁两点呐吼。啊，个杨讲师哈，有几个也都策划哦。即马咱有要成立到迄个策划组哈，啊，所以咱的中秋咱都要做一系列活动哦。啊，即马都爱策划。礼拜五有幼幼班，成人的幼幼班，诶，迄个拍摄哈，儿童读经的幼幼班呐，哦，大概哈，4岁、3岁、2岁，哦，啊，即届偌高水呢，吼。安尼会使讲吼，咱已经开2-3届过啊吼，啊，迄教师阵容教迄落足强化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咱有前线主编吼，然后参加迄个幼幼班甲成人读经班，即嘛一台迄遮大台迄个读经机吼，遮大台尔尔吼，有一个前线做主编的拢要送，全部送，但是爱有头有尾哦，你若来2-3届啊，要甲你回收。哦，所以即马吼，有迄即马科技足厉害吼，有一台迄个读经机，遮大台，排在身躯。哦，所以吼，啊那来咱都有送吼，有送一台就对了吼。所以幼幼班就是是大人爱带来，哦啊会当吼增加咱的亲情甲道情，尤其恁的新妇、恁的后生吼，啊是恁的囝婿，拢对都无名利，啊招伊来带恁厝的孙啊。哦，恁的下一代来参加，哦，这会无形中会较宣传会到，哦，足好个就对啦吼。所以吼，7:30到9:00就是有幼成人读经班，哦，这都是每个礼拜五。哦，啊，咱迄个道场吼，会使讲足顺畅个，哦，每个班吼，哦，像咱学校拄仔咧讲，只逐班都大概拢50-60个人以上。啊，像大班的吼，哦，像今日咱大概就有400多人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咱即间堂吼，会开遐侪钱，咱有大磁场，会当宣传到咱家己，会当吼，你来参班吼，一定有利益无穷，哦，咱上天会造化，哦，相信的，咱即间道场会当产生省事、济世、救世的功能，啊，咱来参加的拢会当得到后大利益，会当真大的利益，哦，啊，恁大家一定爱参班。然后学较老，学较学，食较老，学较老，哦，啊，希望有这机会吼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哦，啊，咱即马慈善功德会，咱都要开始运作，哦，恁希望咱各区吼，咱遮都是有迄款慈善基金，哦，啊，听天论吼，顶个月2个月尔办都办几张，办2000几张，啊，咱才办140几张，大凉山嘛办100几张。听你讲办700几张，天本办300几张，所以吼，恁都是爱善用这个善款，哦，提供救济了后，壁才就会来求道，啊，求道功德费吼随意啦，哦，恁这个道务吼，继续办吼，持续办，
哦，啊，恁过去爱落实到迄个救济，哦，咱的救济，天都干那顶个月申请八万几块，啊，因国内外安尼办都办两千几张，哦，希望咱大家吼，恁来救济吼，恁都甲恁的船长，哦，都甲伊，都甲伊确认吼，出去也好，啊，看因诶，即串诶，即里诶，哦，啊，有三级平民无？啊，咱救济是一届尔尔吼，救济不救贫，哦，希望咱爱善款爱善良。啊，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发气充满啊！以上，来一，杨凌都听出一个讲。啊，咱各位听者。啊，金经理，你代表叫几啊个先生？哎，咱几个青年哦，白听出先生。啊，咱即马调出医生去代表县乡，等的时阵吼，啊，咱再烧五香吼，啊，咱各位先请坐一下，先请坐一下，各位请坐。啊，后下照规定，大家报告一下吼。啊，咱等下啦，食饭饱完的时阵，啊，咱请各区区长啊，指派着咱一寡青年，咱到咱各楼层，啊，咱即大概安尼整理啊环境呢整理吼。因咱明仔载咱台地的经理要来吼，啊，咱把咱的啊各楼层呢，啊，咱先大概整扫一遍吼，啊，咱请区长主笔，啊，咱各区的吼，啊，咱知倒一区，咱一楼、二楼由咱地利用啊地用加地爱吼，啊，到一楼、二楼，啊，咱七楼呢，三楼是明林区，啊，二楼倒一区啊，遐袂记。五楼遐个在彰化市区啦吼，啊四楼那像中啊，啊二楼和平区，啊四楼呢就是咱这个啊中校区吼，咱请咱各区的，咱啊如果今后来的时阵，啊咱利用食饱利用这个时间呢，啊咱呾清扫一遍吼。过来一点呢，就是咱等下啊食饭拢所有的人拢落地下室，咱统一开饭吼，统一开饭。啊，咱即摆因为囡仔都受一个肩连呐，啊，珍珠鼻呢，啊，即个生孙呐，啊，真欢喜，啊，所以呢，又做请咱厨房呢，啊，做一寡即个油饭吼，请做一个油饭。啊，即摆呢，啊，咱油饭呢，就是伫咱，如果你对食即个油饭啊，袂用力，无较即胃较袂用力呢，啊，咱落去伫七平面吼，啊，迄平面有几块桌呢，啊，拢是。大米啦吼，大米。啊，咱这边呢，啊，拢是这个饭。如果你对食啊，这个油饭无多时阵，啊，咱就伫迄边面吼，啊，迄边面有几块桌拢是啊炒面安尼吼。啊，希望各位见谅。啊，咱等下落去时阵，如果你家己讲啊，我都要食炒面，啊，你就家己过一边。如果你讲啊，你都要食饭，啊，你就等人这边。啊，落去希望各位见谅。啊，咱十个人一个桌，啊，咱统一来开动，吼、哦，统一开动。落去先坐坐的时阵，啊，后方呢，再清洗点数，咱再统一来开动，吼、哦。啊，希望几点呢？啊，咱大家啊，再大家配合一下，吼、哦，一定爱环境爱整理，吼、哦，尤其咱外口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化妆室咱一定爱整理好势，因为咱明仔载咱的见面呢，啊，要来咱天伦，吼、哦，希望各位见面，利用这个时间等的时阵，大家呢互相来聊关安尼。杨叔做笔记嘛，先啊，咱先来先炉香哈。我咱请各位请起立。啊，咱即马来先炉香哈。啊，杨叔做笔表，咱献五香。啊，咱天都香炉炉表诸天先生先炉香五鞠躬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四鞠躬，五鞠躬。献五香礼毕，昆都向罗庙诸天先生献五香五鞠躬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四鞠躬，五鞠躬。